给他砍他金柱。什么金箔鱼是清炖的？金箔鱼清炖呐、啊。啊？他一人叫一碗啊。你不是要红烧的、哦？三碗红烧，两碗清炖。对呀、啊，你好聪明哦。金箔鸡是他们俩，还可以继续吃啊。是爷爷吃的，家家吃啊。可是现在不会讲了。哦，金箔鸡今天不错哦，胃口不错哦。啊，你们泡菜要不要吃？不吃拿过来。泡菜。哦。泡菜拿过来，不吃拿过来。那个酸的啦，他们不吃啦。哦，你已经吃米糊去啊。